相声，我现在宣布，少前20年的传说频能跟神话五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江胜云。就在刚才官方给我发填卡，我也是第一时间给大家出了视频。看在这位这么辛苦的份上，点个3连关注不过分吧？我知道大家都想体验新皮肤，那么好，一会儿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我给大家私人房免费玩。这次给我发的填卡如下：免费皮和转盘角色没有发。换色皮之前给大家说过了，咱就直奔主题来看这个 M4 传说。你敢相信这一个传说币的检视效果吗？直接安排了一个特殊检视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有个检视算啥 ？OK， 它有击杀、枪身、射血特效、换弹特效。要知道这些只有神话皮肤才能拥有，没想到一个传说皮居然有如此待遇。同样 ，SCR 也有专属的检视和换弹，中间那个圆盘还能贴老婆贴图。实战的时候摸摸老婆可太香了。你再来看看这个昆苗，跟原皮比确实清晰了不少，这不比智能枪灵香？下面就是大家新进的改模紫皮 K6， 就这个持枪视角就比小冰龙强吧。你再来看看这个昆苗，咱就是说这真是目前 K6 机瞄最好的紫皮了吧。霍尔格也毫不逊色，可以看到镭射换了位置，枪上的改模和配色都恰到好处。最顶的就是昆苗，好家伙，这下不用带红点了。想亲身体验少前2次联动，别忘了3连关注进入我的直播间。